我要感谢我们所有支持民进的竞选团队，你们辛苦了，不要是怪我自己啊，努力不够哦。但是我要鼓励我们国民党的年轻人，为年底的这个立委的选举啊，好好的努力，让我们首先我这边恭喜啊蔡炳辉啊赢得这次的选举啊。那么我要感谢我们所有支持民进的竞选团队，你们辛苦了。但是虽然呢没有胜利只有是1000多票哦，这个是非常微小的差距但是主要是怪我自己努力不够哦。但是呢，这场的补选是一个有枪有子弹的，跟一个没有枪没有子弹的来对抗